十号有一天，那时候有四天连假，我们要补那一天。哦。然后请了特休，然后后来老板说：“哎，你还有一些东西，你等下赶快弄。”嗯。那我还是早上现在都有。瓜子，要不然就木薯草。对。干料那一类的。对。木薯草很好，很对，那个有一点甜，不热啊，它没，有一点秋天的感觉。对。便当了吗？哈哈，嘴巴上还有血血。对。嗯，啊，太阳出来了，真的，对。哎，林哥，他有拿到菜。慢慢拉给他拉出来。对，他手指头比较小，可以。吃得很开心吧？嗯，对。